Fuck you line, fuck you line， 没有人在乎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tt， 欢迎收看《电玩之夜》。今天带给大家最新的一集《Mattᄟ影音日誌》，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要去谈一些秘密的会议，几乎这个会议的等级几乎是非常非常的高的。我不确定总统会不会在那边，他不会在那边。然后呢，会遇到一些非常特别的朋友，虽然是早就遇过他们，但是又要遇到一次。显然的，我人缘非常好，去玩一些游戏。我猜啊，这游戏的名字我完全不知道，所以我应该进去乱搞瞎搞一下。大家有看过我在什么那个叫什么？实况组原油会的那个，我怎么要这样？实况组原油会的那个影片就可以知道。但是今天我觉得会更特别一点点，原因是因为我会直接拿到一些特殊的权利。对，我只是跟班而已，我猜。所以呢，完全呢有可能会侮辱他们的游戏，我有可能把他们的东西说得非常非常的糟，我有可能不会用键盘跟滑鼠，这是风险，他们要承担的。没错，他们有种邀请我，我就只能尽量做我自己。Shit. 也是讲变性人，我就说那个变性人比较，哪一部？应该说比较，因为我没有看你那一部的，就是那个夜晚谈恋情，就 Tangerine， 你知道吗？ Tangerine 有听过，但是我也没看。对啊，我靠，你看的电影有够多哎，超恐怖，我看超多。我还有拿出来举例哦、喔，然后还是有一堆人就是说，因为他们没看吧？这部电影整部都是用 iPhone 的位置拍的，超猛。哦，他讲那个 LA 低层生活的人嘛、好像妓女还是？对对对。那不得蛮多奖，对啊，但是奥斯卡好像一枪都没提名，因为他用 iPhone 嘛。哇，排队人超多的哦，不好意思，结果不好意思。我们试完前的心得，试完前你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。没有。好，没有。有任何的想？没有。好，我都喜欢玩 Rainbow Six。好，非常。这两个人没救。最有超力吧，对，完全在看不一样的东西，比预告片精彩，我觉得。好，等一下呢，也要跟各位我们现场的玩家来分享一下，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团队的这个。我手很常用闪光，你的手？对对对，闪光是不是？可是我有听到其他的玩家。我觉得还好、啊，就是角色不是问题。不能再往下。哦，哇，失焦。你要洗澡吗？这我在录哎，是啊，你在录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在对焦。你如果没在录，你也在乎我离开镜头？你觉得？我刚才已经讲了。好，你刚讲，刚讲了。没录到，我刚刚那真的没录吗？要没电了，快点哦。好，那我讲了。嗯。喝一口。开玩笑啊，那个电玩之夜非常棒，如果
看到他人很帅，然后又有风趣。如果你喜欢他的话，记得订阅，这样，谢谢。稿子没背熟，真的不行。哇，一个直接离场嘞！哇哇，大牌又不一样。哇，直接离场。哇，还伸懒腰。哇，哦。